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。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。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，真的没关系，我会安静的离去。我们是否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、yeah、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谁知道像河流不息奔跑，微微笑才是合乎的吗？我知道不要忽然疑惑，从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遥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先上色，先把爱路上喜欢的颜色，哈哈，写一个发送从你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那才叫做意义，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